来吧，靠腰啊，抽到你啊。对战啊，其实你对战他刚刚教，他刚刚教学啊，我大概只懂一半而已啊，因为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的，透过实战来进行适应，这种地狱式的磨难我承受得住。干蛋对干蛋啊，可以啊。不过其实他的在这种画面可以啦，还算 OK 啊，至少他干蛋做的本身做的还蛮还原的。哇，原来可以这样子射哦，我都不知道这种砍法我还不知道诶。我想说是可行的啊，这飞起来我已经不想再跟他耗时间了。其实你这样一直砍一砍他就死了，不要怪我是新手，怪你那只的机体长得太爆笑了。我就想要赶快尽快的结束这场比赛。哎，哦，总算给我了。新しいモビル選手が配備されました。特性をつかむので、読みは禁物ですよ。作戦行動。他给我什么？哦，这种连击啊。开大招就没办法了。やりました。モビルスーツの。看一下，老大，你的新手教学会不会太长了啊？哦，真的受不了哎，那教学也太长了吧？我只想要赶快格斗，我要进行对战。啊，两只干蛋。对萨克，还有小龟头，好，我们现在呢龟爸，我们就叫他小龟头好了。我要砍的就是小龟头，读取哎，次はタ。やはりそれでは。小龟头就是你了，别跑，小龟头。
还有，我这次 boss 吗？好帅哦！技能有点稍嫌单调，还没有十连抽哎，三抽好了。哦，新机体哎，哦，我也是碎片哎。哎，这才是碎片。好了，总之我拿到机体就好了。爽欸，禁断干弹，非常好，都是垃圾，只有一只角色，还可以啦，拿到一只新机体啦。好，强袭干弹，来试一下就知道了，这一只哦。戦闘エリアに入りました。十分に警戒してください。这招是什么？哦，好卡哦。这比较像是近战型的，技能都是以近距离为主啊。哎，我死掉了！干，这只能干嘛？
哦哦，这个龟头好厉害哟、哦！我觉得刚刚那自己比较近战的钢弹，其实他在进行近战攻击的时候，其实有点不协调，卡卡的。我还是那一开始那个阿姆罗最初的那个钢弹，反而在释放技能的时候是比较顺的。好吧，那这款其实还算 OK 啊，蛮好玩的。不过玩不到天使钢弹啊、独角兽钢弹那些、哦，比较可惜。好吧，游戏就试玩到这边喽，大家拜拜。